老师好，同学好。那么我现在就上机呢操作一次，我们如何登录 Pokemon 账号，然后进去班级，好去做这个游戏啦哈。首先你当然在 Google 啦，然后打 Pokemon P A 好 G A M O 好进来之后呢，应该在第一个就有 Pokemon 的这个搜寻列，我们就点进来哦。点进来呢，我们就在这里，它这里叫你登录注册。那我是比较建议哈，这个老师哈，你先用自己的账号先去登录注册一次，然后呢再用这个学校发给你的去登录，然后再合并这样子哈。OK， 好，那我现在来用这个我们其中一个老师的账号来去做示范啦哈。OK， 好，那我现在按登录，那登录进来呢？好，我现在账号呢，来我们用其中一位老师的这个账号跟密码来做示范。好，那我是切换一下，因为我之前呢，好已经好有这个账号，账号是这个这里好，我把它贴上。好，然后密码呢？好，密码等我一下哦。好，密码我把它这样好去做贴上。好 ，Ctrl V Ctrl 好，这个贴上登录。那登录了进来，他就是说哦，你要不要储存这个账号的密码？好，那当然了，我就按储存，以免下次要重输。那我今天是用潘主任的这个账号密码进来，小心哦。进来之后，很多老师就会急着去选课程啊，选班级代选课程代码，在这里不是哦，因为我们是用学校端的账号密码登录的，所以不是在这里去选去送出，这样你就会找不到课程了。所以我们往下找，在这里，好，学校已经帮你建好了，好，已经加入了课程是永春高中啊，开趴咯，好，这个课程，这个课程点进去，好，点进去之后，我们是不是呢？第一个就打这个个人的资讯，那我们就是打个人的资讯，那我们可能就是那我们就用他的来打一下，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好，好，比如说黛玉 ，OK， 好，那我就打一下，好，他的名字。OK， 好，待遇。那国家当然我们就选择这个台湾嘛，好 ，OK， 好好，那你就跟着我，好 ，OK， 好，台湾，然后充分了解授权，好，当然打勾啦哈。那你可以在这里上传大头贴，那你就点一下，然后去选择这个档案。不过这里我就不要再示范，因为这应该不难哈，我们就按送出。接下来呢，它会展示说，在这个什么永春高中开趴了的这个课程中到底有哪些班级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去找一下这个班级这样子，好 ，OK， 那我们就去找到我们要的班级，然后再进去就可以了。我们今天呢有开一个这个2月8号的 Pokemon 研习，所以呢我们就来把这个身份切换，然后前往游戏。我们先去找到哈我们对应的这个班级这样子哈，找到间对应的班级。好，那在这里我就选择了一个角色，好比说我选择这个角色，然后当然了，你选择之后就不能再改哦哈，所以第一次选择他会叫你慎选，好 ，OK， 然后进去了之后来显示的，他说欢迎来到，那我们就跳过这个开场训练，那老师可以先做一下开场训练，那我现在在这里按跳过。好，他每次进来每天会有不一样的道具给你奖励，然后当然就按领取啦哈 ，OK， 那我现在呢就要去做课程的设定，我要去加入这个新的班级，就是今天的 Pokemon 这个研习的班级，所以来我就按一下我的班级，然后呢开始输入班级代码。好的，那么我们现在的班级代码就是8926IB， 好，那你就输入班级代码。好的，那么接下来我就输入他的座号，好，我给他的是51号，好，那我们就按新增班级，的确他就进来了这个班级，好，这个班级叫做2月8号 Pokemon 的研习，好，我们就进来这个班级，好，那我们就把它关掉了，好，那你就进来了这个班级的课程哦。